今天呢要出场的第一位呢就是编号 C1， 来自公益教育东区学院的林永航，他带来的是黎沸辉作词作曲，然后张学友演唱的《心如刀割》，欢迎永航。心如刀割，每次听到这首歌有种心痛的感觉，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作为你的杀手锏呢？我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感动度很高，所以希望这首歌能够感动到大家。有点想要哭的是吗？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惨痛的经历？以前对 OK， 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我们之后再慢慢的聊哈，看看他这个深情演绎会带来多少分呢？请看好，总分30分，重庆给的是8.5分哦，小韩老师给的是8.3分，齐豫老师给的是6.8分，好，总分是23.6分。
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。好，我们还是要问齐老师，哎，为什么会给到六点八呢？六点八不错啊，为什么这样子的？因为落差太大了，算是不错。以齐老师的程度算是不错。我是觉得说你的音色本身很年轻，跟你们一样做歌曲很成熟，所以你音色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唱这首歌曲，我觉得。可是说真的，诠释的真的还不错，可是音准就一直往上啊，一直在 sharp 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点，我想你注意一下，就是你的台风，因为你的手这只啊，是这只吗？是。我觉得你好像感觉像抽筋了，还一直这样。这样子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你是想要抓什么东西吗？你在幻想什么？其实我应该是太紧张。OK， 就是要抓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，对不对？重庆给了8.5是最高的分数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唱，但是他今天可以唱的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那个手真的要注意，今天叶问出现了很多次哈。那个叶问一直出现啊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台风方面要注意了哈。那如果呢想要支持永航的话，请记得拨打热线19001212201，或者是发送 C1 到146071199支持他。